你的孩子韩冰不是自己生的，外面生了一大堆孩子。所以我听到朱立伦这，我一定要加一句话，这个现在选举让人抹黑啊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。政见会议开场，韩国瑜先拿自己的桃色传言自嘲一番，不过似乎有点答非所问，问的明明是文化，韩国瑜却在毒品上打转。我们今天台湾最重要很多毒品都在海外制造，我在这里要郑重向高雄市民所有的朋友，高雄市要正式向毒品宣战，从今年暑假开始我们就开始扫荡所有的毒品。比起前一场抛出一国两地区引起争议，韩国瑜这次明显谨慎，紧抓劳工拉拢支持，反观郭台铭打开支票。所有的新生儿从出生到六岁由国家帮你养，我再说一遍，所有的新生儿从出生到六岁由国家帮你养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资金，这一点我郭台铭是最有能力。郭台铭举手投足更生动活泼，还有戏剧桥段。做完金台喽！这个布袋戏桥段引起台下哄堂大笑，不过跟上一场一样，猛滑平板看小抄，双手真的超忙。另外周习伟则是大展歌喉。各位，就是安尼啊。国民党政见会五位人选各出奇招，抛出政见就是要抓住支持者目光。三立新闻刘家伟、陈豪台北报道。